台湾这么多的观光元素，我没有完全发出来，让人家来台湾观光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有最好美丽的海岸线，最热情的人民。把交通打通之外，我们要告诉全世界，恒春的价值，台湾的观光价值在哪里？好玩在哪里？治安好在哪里？美食在哪里？军事的观光元素是什么？宗教的观光元素是什么？像这些，都是政府要配合所有的民间，我们一起来努力。今天来跟各位座谈，因为我知道恒春这几年的观光业非常辛苦，我可以跟各位保证，有这个机会为中华民国政府来服务，为人民来服务，我们一定负责一件事情，我们把人带起来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好吧？